我告诉你，你是北京本地人吗？我不是。你是哪个人呢？我山东的。是吗？山东的，按道理来说不应该，不应该是在捡垃圾啊？你们山东不是有天津的那个什么卖煎饼的比较多吗？怎么没想起来去做老本行啊？这捡垃圾的。不是人家出来干活摊煎饼那山东的，人家有手艺，我不会，我就捡点皮儿还行。是吗？那你得想想办法了，光这么着，这能行吗？娶上媳妇了吗？没娶上媳妇，这样怎么能娶上媳妇呢？哎，我觉得也是，我觉得要是能娶上媳妇那就怪了，天天自己做了什么自己的父母，那怎么不发奋好好努力努力呢？是不是？不是，你说是不是哥？不是姐，我也想努力，但我没脑子，我没脑子怎么努力呀、啊？是吗？你今年多大了？我今年35了。今年35了、啊？哎呀，那你混得不错，还可以，知道吧？你就继续努力就行了。人不是说了吗？人过30古来稀，我都古来稀了。人家还说男人40一枝花呢，你这40都我这花都没开呢就谢了。我。不是40一枝花吗？还没到40呢，我等到40我就花了。对呀、啊，所以说你，这含苞待放啊，你这花姑朵呀，对，我就这样子呢，我的天哪！我就是一花姑朵了，他们都叫我花姑朵，我含苞待放还有5年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别老捡垃圾了，知道吗？不捡垃圾不知道干什么。那你捡不能捡，知道吗？你这媳妇都娶不上。那没准哪天捡垃圾捡着一媳妇呢，也不知道了，没准呢。哎呀，你这，希望你梦想成真，真的希望你梦想成真，知道吧？谢谢您。